老公，吃饭喽！这个是油面筋筛肉，特别好吃。赶紧，你最爱，筷子吃吧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油面筋筛肉，还有炒的青菜，还有麻酱金针菇肥牛，还有两个猪脑肠。这个是我做的麻酱金针菇肥牛。好吃吧？好吃。老婆做啥饭都香。上次你不是说没吃过瘾吗？这是又给你做了。这里面筛的全部都是肉馅，肥牛，好的，多吃点，随命。好吃，多吃点青菜也。这肥牛好吃啊。